亲，大家好，我是炫酷合金玩具的掌柜，下面为大家介绍一款帕加尼幽灵之子，有六种颜色，橘色、白色、绿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红色。下面我为大家量一下这款车的尺寸，长约15厘米，宽约6厘米，高约4厘米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这款车的功能。三门可以开，请注意开门的方式，压下尾翼可以开门，开门试一下回力功能。